爪子都长出来了。黑猫不愿意面对镜头，白猫比较喜欢看镜头。你看，这个镜头感最足了。老白发现了，老白你来了，哎，又要把它给叼回去了。他俩白猫都不要了，就要这个黑猫。我看他能不能想起来那俩猫。听到这个小猫叫了，猫不识数。刚才听到这个猫叫了，它把那个小猫叼过来了。还有一只呀，开始吃了。
还有一只呀，我要不要把那一只送回来呢？算了，我送回来吧。哎，妈妈把你落在这儿了，我把你送回去吧，好不好？这只猫不叫，那俩小猫一直叫，多可爱呀，太乖了，把它送回去吧。老白是不想让它出来了。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叼吧。想起来了，老白还没傻，老白的幸福生活就到这里，看来老白还是可以的。